来现场百万元起标，一刀十万，一刀十万来。我看你们是十块，怎么可能十块？对，十万十万，对，是不是相当的帅气？嗯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关于车子的问题，然后想要问的？举手发问。对啊。多少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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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大家最关心的售价来。今年2023年的售价40万08千元，现在还有做37零利率哦，买车闭着眼睛都可以买，相当的轻松，很赞，轻轻松松就可以拥有一台了。对对，所以两位等一下可以把身份证交出来，我帮你送贷款。对，喜欢哪台自己带？如果两台让你选的话，你会想买哪一台？哎，我很喜欢白色这一台，因为我觉得很帅，女生骑这是很帅。我到时候就骑去球场，然后找一圈再出来。真的可以耶，可以直接当开场。还是我们可以直接从高雄，然后骑去桃园？对啊，还是我们等一下就骑着走，我们一人一台直接带走。掌声鼓励的。然后隔天再骑回来还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明天放假，礼拜一再回来。不好意思，好，礼拜一再回来。对对对。哎，那我想问，像前面那一个是、这个萤幕吗？是有导航的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台车最大的特色。20岁了。有这么刚好的事情吗？真的，超帅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两位玩互动的小游戏，就在想跟我们互动吗？有吗？我跟大家笑很开心，对，大家都笑很开心，然后一直在拍照，一直在拍照，然后我们说话，你们有在听吗？有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干嘛？互动，玩游戏，玩游戏，谁想玩？好，都没有人想玩。好，没关系，都没有人想玩，没关系。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呢，要请两位漂亮的一致店长们跟着我们的阿翔店长。阿翔店长在哪里？阿翔，阿翔，我叫阿翔店长。好，他肯定去梳妆打。